换天星的 line， 换我，换你。上次也是这样，我拿吉他，他弹完。好，我可以啊，其实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可以。这样子吗？怎么这样吊人家胃口？没有，这个是我认识他之后，偷偷学的。我看他会这样子玩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东西很帅。我也开始玩，我还把我的琴卖掉。今天这台琴不是我的。你干嘛这样？你想学？对，因为他的关系，然后我自己真的呢？啊？把你真的？我把我电子琴拿去卖掉，我吓一跳。换了这把吉他。我们下来还特别陪他去借 keyboard。我觉得，我就想给他。超越他看看的感觉，可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太难了。不会，我等你。可是我没有后悔，我觉得弹吉他还是最舒服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，后面两首都是他的歌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个人呢、啊，我有机会提早站上这个舞台，所以一直我都很感谢这个人。虽然我跟他不熟，也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我刚才说，知道吗？就是那天请教的罗时丰嘛，罗时丰嘞。我接下来带这首歌曲，是马子卡的作品，叫做《马德巴德》。马杜巴杜，谢谢。